知道你没什么胃口，给你做了开胃焗饭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开胃焗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学做哦。我觉得半途而废可不好，我要给你做饭做到老。开胃的秘诀来啦，我的十克番茄酱，每瓶都含有六个阳光大番茄，螺旋式封口设计，锁住酸甜，方便卫生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压平，铺上我最喜欢的火腿，再来一点我的十克番茄酱，撒上芝士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焖一下。酸甜好吃的开胃焗饭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